全忘了。
阳心法，托大圣根气，还要师父的脑袋。就为在这黄风谷底一时快活。阿弥陀佛，小施主，老衲乃是小须弥山之主，法号灵吉，也是这蜀妖的看管之人。大圣陨后，六根不灭，散落到了世间。这贼鼠私下寻得其中一根，因自身修为有限，难以炼化，于是生了歹心。我不慎中了他暗算，连头颅也被他一并割去，做了存放根气、修炼邪法的容器，连带黄风岭再次生灵涂炭，我之罪也。此番重回大道，全赖施主智勇无双。这世上应只有施主一人有资格保全此物，来吧，替我收好它。